你跟你说，这事儿只有你能帮我了。我把董事长交给我的任务给搞砸了，我还犯了个错，把景然也给连累了。对付小人这种事儿你最在行了，真的，你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吧。我现在只有一张名片，我怎么办呢？你说。我说你怎么那么着急啊？原来是因为景然的事儿。我凭什么帮他呀？我闲着没事干。我的好搭档，我知道你心眼最好了，这事真的只有你能帮我了，我求你了，行吗？行吧。我看在你这大半夜苦苦求我的份上，我就可怜可怜你，说吧。少部长，我可都按照你说的准备好了。怎么办？我现在有点紧张，一会儿被他发现了怎么办呀？别紧张，你就按我昨天晚上跟你说的啊，这个抬起头来看着他，时不时的呢点点头，露出礼貌的微笑，好吗？行，我进去了啊。要不是为了景然，打死我也不干这事儿。我跟你说了，我都答应了。记着啊，别紧张，放松啊，去吧。Lady, good evening, welcome. Hello, I have a reservation. What is your name, please? Miss Chen. Mr. Chen. All right, please follow me. Thank you. That's your seat. Thank you. Enjoy your night. Let's go. 我已经到了啊。我现在把你藏起来，你等一下啊。看得见吧？静音，静音，我这静音啊，我这开始了。小杰，嗨 ，Leo， 下班了，请坐。很高兴可以邀请你啊。我以为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你了，真的没想到你能主动联系我，在这么浪漫的夜晚。与你共进晚餐，真的是我的荣幸。我也没想到能在飞机上认识像你这么有名的人。我呀，过几天就要回国了，所以就想在回国之前跟您吃个晚饭。这么快就要回去吗？你的事情都办得顺利吗？我这次呀，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顺利了。你也知道，我这次来罗马，就是想找景然先生回去给我们做设计总监，可他死活都不愿意，非要去做什么圣天使桥的改造项目。所以没办法，我只好放弃回国了。不过坦白说呀，我倒是非常同意你的观点。你说景然先生去做圣天使桥的改造项目，怎么可能比一个意大利本国人做得好？发挥得不错，继续保持。我也知道，意大利有很多国际知名的建筑设计师，就像那个，就是跟他一起竞标圣天使桥活动的那个拉斐尔先生，他也是世界有名的设计师啊。注意啊，鱼要上钩了。是拉斐尔先生愿意做我们公司的设计总监，那就好了。但你们老板不是要求你把景然先生回去吗？你真的认为那位拉斐尔先生那不合你们的要求吗？当然了，我是做过研究的，拉斐尔先生他可是罗马首屈一指的设计师啊。再说了，其实吧，我们老板呢，也不是一定要景然先生。这句我喜欢，景然不重要。哼，他只是想要一个世界著名的设计师。拉斐尔先生也是世界顶级设计师。我们老板想要一个大师，
我给他带一个大师回去就好了嘛。再说了，如果是拉斐尔先生，我相信我们董事长肯定愿意给更优厚的待遇。那是当然，拉斐尔可是我们罗马的骄傲，毕竟让先生少了又秀多了。是啊。不过话又说回来啊，你知道现在中国是最缺少优秀的设计师的，而且我们的项目投资额度都非常的大，就单个项目来说，投资费都在上百万美金。我相信现在的世界，任何国家，任何人都不愿意放弃中国市场。你说的太对了。我今天请你吃饭啊，也是想问你一下啊，能不能利用你的人脉帮我介绍一下拉斐尔先生？哎呀呀，郑小姐，你真的是很聪明的一个女孩，想要说服拉斐尔也只有我了。搞定了。 OK。 真的？您认识拉斐尔先生吗？怎么说呢，应该这么说吧，我们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那就太好了，我觉得今天晚上这顿饭简直就是命中注定。我偶尔会用我的人脉去帮助别的有能力的设计师，就像拉斐尔这次的圣殿视角项目。我懂了，所以您才是拉斐尔先生幕后的推手，真的是太幸运了。哎，你别老傻乐行吗？赶快拿出渠道证据。行，那我就直话直说了，如果你有能力帮我说服拉斐尔先生来我们公司做设计总监的话，我相信我有能力可以在我们董事长那里给你申请一笔非常丰厚的中介费。还知道我们行业的潜规则，我估计 0.5% 应该不算多吧。成交。李欧先生，您果然是商业老手啊，爽快。完成度不错。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您说这拉斐尔先生要是来中国做设计师的话，他会不会遇到什么文化隔阂之类的问题啊？中国的媒体会不会对拉斐尔先生的异国风情产生什么质疑呢？卢浮宫玻璃金字塔是谁设计的？贝聿铭。没有人因为他的华裔身份质疑他的才华。你放心，小姐，这个行业没那么狭隘。我太喜欢跟您聊天了。你还想吃点什么？意大利面有吗 ？Excuse me, can I have a lasagna? Oh sure, it's gonna be a lasagna for the lady. And what about you, sir? Tagliatelle. Tagliatelle, good choice.Before I leave,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 it's our pleasure to have you guys here. 差不多得了啊，and, 自己真做。Like another bottle of wine. 闭嘴，闭嘴。I think we're fine. Yeah, we're fine. We're fine. All right. Thank you. Stay comfortable. Thank you. Thanks. 我现在已经开始期待我们的合作了。我也是。来，你猜的果然没错，他们果然是有勾结的。别闹了，我都给你带坏了。你知道我刚才有多紧张吗？还好啊，你跟我说的我全都记着，一点都没错。哎，视频什么你都录了吧？那必须的呀。我告诉你，我对付这种见钱眼开的老外最有经验了。像这种人，一闻到钱的味儿，马上原形毕露。
不过我原来怎么没发现呢？你这还有点做间谍的潜质啊。什么间谍啊，我这叫以小人之道还治小人之身，谁让他们先偷录我的呀？郑真真，你给我把手机往下点。啊，怎么了？穿着这身去见老外啊？不是你这想使眼睛使太结实了，你赶紧给我找一外套穿上。行了，你赶紧把视频传给我，我现在先去找景然了啊，我晚点跟你说，拜拜。真真，你怎么？你这是？我找到利奥和拉斐尔勾结的证据了，都在我邮箱里。你快去开电脑，我跟尚鹏人只能帮到你这儿了，下一步就看你的了。先帮我找个外套吧。啊，进来吧。Signorin。Come da sua richiesta abbiamo organizzato questo nuovo incontro. Ha detto che doveva parlarci di una cosa molto importante e quindi le abbiamo voluto dare quest'altra possibilità, sperando solo che non sia una perdita di tempo per nessuno di noi. Prego. Grazie, signora Agardi. 您认识拉斐尔先生？怎么说呢？你也这么说吧。我们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那就太好了。我觉得今天晚上这顿饭简直就是必中之计。我偶尔会用我的人脉去帮助别的有能力的设计师，就像拉斐尔这次的圣天使雕像。我懂了，所以您才是拉斐尔先生幕后的推手。你说拉斐尔先生要是来中国做设计师的话，中国的媒体会不会对拉斐尔先生的异国风情产生上质疑？卢浮宫玻璃金字塔是谁设计的？费玉明，没有人因为他的华裔身份质疑他的才华。你放心，小姐，这个行业没那么狭隘。Io protesto, questo è un sopruso, è un'evidente violazione della privacy。No, vabbè。拉斐尔先生，你的朋友 Leo 用了更卑劣的手段截选和扭曲了我的原话。我可以现在把我和 Leo 所有的原话视频放出来，但是你们可以吗？ Leo 可以吗？很明显，拉斐尔先生用了不正当的商业竞争手段拿到了圣天使桥这个项目。我为你感到羞愧。我把这段视频放出来，只是希望各位可以知道事实的真相。Va bene, avete raggiunto il vostro scopo. Il discorso finisce qua. Sì. 我知道你的性格，你不爱多做解释。这件事都交给我。Visto che il comune ha già reso noto l'esito dell'appalto, noi non possiamo che prenderne atto e continuare con quello che ci ha reso noto. Quindi il lavoro sarà comunque completato dall'architetto Raffaele. Mi dispiace molto e spero che lei ci capisca. È ingiusto!拉斐尔先生用的是非正当的商业竞争手段，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好了。Tra di noi ci sono davvero delle differenze culturali. Grazie. 别生气了，
我今天请所有人过来，就是为了澄清事实的真相。结果我早就料到了。可这不公平啊！景然，你别担心，我们可以向媒体说明他们那些卑劣的行为，向所有人都说明这个真实的情况。我就不相信所有人都会这么狭隘。然，我发现你还真是挺有勇气，挺富有正义感的。不仅仅是一个项目的得失，这更代表着咱们中国人在国外能不能受到平等的待遇。反正我不管，这事儿是因我而起的，我一定要帮你把这项目拿回来。真，你知道吗？像我们这种在国外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人，才能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做归属感。我小时候总是觉得离家越远越好，四海为家。可现在年龄渐长，越来越觉得需要一种安稳的感觉，需要一个家。阿姨这不都跟你来意大利定居了吗？妈妈在哪儿，家就在哪儿，是吧？好嘞，这就放在这儿。哎，太好了！哎，我去拿手机给咱们拍个合影啊！哎呀，等一下。先生，你平时都喜欢吃点什么呀？螃蟹啊，海鲜啊什么的，我都挺爱吃的。这些我都会做。什么？哦，没什么。我跟你说啊，本来我想带你们出去吃的，但是我妈说你特别爱吃她做的菜，所以她亲自给你做了这么一桌。呛到了，没事吧？快吃！哎呦，我太开心了，真好。给你尝尝。
这是我妈新学的菜。来来，哎哎，你们俩看我啊，笑。妈，你能不能赶紧吃饭呀？别拍了。你真是的，你给照顾珍珍呀。没事。知道了。我先发一个微信啊。景山，珍珍，今天那个华人社区的老年活动中心啊，他们要搞联谊活动，你们两个陪我去开开眼呗。我不去。珍珍去不去？嗯，我去。去。来，快点，干杯！快乐。小朋友们，我问你们一下，如果在大街上跟爸爸妈妈走丢了、走散了怎么办？很聪明。今天呢，老师在告诉你个秘密，想不想知道啊？好。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图案吗？有没有告诉我？哎，你说。这个我在街上见到过。是吗？知道是什么吗？我知道，这是爱雨家卖房子的地方。很聪明。这个呢，是爱雨家中介的标志。如果你们以后啊在街上跟爸爸妈妈走散了呢，就找这种标志的门店进去，找里面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告诉他们呢，你们跟你们的爸爸妈妈走散了、走丢了，让他们帮你们去找。到时候啊，他们肯定会帮你们找到的。都记住了吗？记住了。小姑娘，你在哪个大学读书啊？你以后是想在意大利工作呢，还是回国去工作呀？哎，小姑娘，我跟你说，我儿子1.82米，你们知道的哦，我儿子长得像我，超级的帅。他呀，刚刚工作，我们已经房子已经给他买好了。哎，阿姨，您误会了，我不是在这儿上大学的，啊，我是来出差的。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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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白妹妹，哎呀，张先生你好。这是谁呀？啊，珍珍，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张叔叔啊。张叔叔您好。你好你好。老张，这是我儿子的朋友，从国内来出差的。哦，怪不得怪不得。哎，你可以带他一起到我家去玩嘛，我家房子很大，而且呢就住我一人，我还有个农场，养了很多牛。真的真的，张叔叔是做皮具生意的，家好大，跟你要叫一个人要打电话哦。哎呀，这房子大有什么好，而且只住我一个人觉得更孤单，要是能有一个知己陪我一起住那才好啊。啊，
那这样，大妹妹，你陪孩子好好玩，那我就先走了。那你记得啊，你要下载一个微博，咱们俩呢可以随时互动。啊，好，好，那白妹妹，再见。好嘞，再见。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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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张叔叔挺有风度的，小丫头。不许拿阿姨开玩笑。哎，白阿姨，我给你弄一个微博吧，这样你也可以多跟大家互动互动。好，好，好，这样我也认识的朋友多一些。好了，你看，你就摁这儿，然后就可以发自己想发的东西。哎，对了，珍珍啊，你有微博吗？啊，我有。哎，加上加上，咱们俩没事也互动互动啊。行，嗯。OK。这就是我。OK。真心真意。啊？真心真意。啊。是你啊？哎。这名字真好，跟你一样，实实在在的。我想向您借一下珍珍。嗯。嗯，好吧。各位阿姨，不好意思啊。Excuse me, may I?这次进庙会的事情，谢谢你啊。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现在不能接，他正在跟景然弹琴呢。你今天一定累了吧？上去之后早点休息。你也早点休息。
真真，我很高兴能在罗马遇到你。你来了之后，我觉得整个罗马都变得可爱了。我也真的很喜欢罗马。真真，你慎重的考虑一下我的邀请，我真的很希望你留下来。来这么早啊？哟，昨晚没睡好啊？瞧你没精打采的样，给你拿点好喝的啊。那，喝个椰汁儿，醒醒盹儿。那，哎，这不程真真吗？哎，还有井然，哎，你看看，那原来井然他和程真真早就认识啊！我就说嘛，为什么程真真会对白阿姨那么一个根本就做不成的单子这么上心？哎，原来是看上人家儿子了。够有心计的呀！呀，那他这次去意大利，不会就不回来了吧？竟然不会把他留在意大利不让他回来了吧？呀，那你岂不是就没有搭档了？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跟程真真搭档吗？就算是他再不喜欢你侯美丽，也不会上网找这些无聊的东西，还故意给别人看。还有，只要我当一天的中介，我的搭档只能是程真真。不是我说什么了，还生气呢？真有意思，这啊，谁愿意跟你做搭档？要看呐，要看，咱们就看学区房。如果没有学区房，还有的必要看吗？房子要大一点，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想跟儿子一起住。哎呦，你胃口真大呀！房子要大一点，不是傅小宁，你不用接待去。哎，我说，你们哪位给我们介绍介绍呗？找阿姨。我在娘家一起来的，一看就没什么钱，这种单子都费力不讨好的，别站，坐下，快！哎，到底谁给我们介绍那个？各位，我叫邵鹏程，你们有什么对房子的需求就跟我说吧。啊，是这样，我在安居客上看到你们爱雨家有一套安选房源，特别合适，所以我们就找过来了。我们还想要那种交通方便一点，尽量是在地铁附近的那种。明白。对，你看，就是这套安选房源。哦。这套房子我知道，这套房子我记得应该是在1000万左右，这个价钱你们能接受吗？啊，1000万，小伙子，所以我们找到这里，想在这里看一看有没有更加实惠的选择嘛。哎，要我说选地点吧，就选偏僻一点的，房子又大，又便宜，我们住起来也方便呢。老是大一点，大一点，大一点。没有实力，老在这说什么大话。
如果他们有钱的话，也用不着我们娘家来凑什么首付。你说你这话说的，哎，不是，不是你俩，哎，不是，这不对，他们俩结婚是不是？叔叔阿姨，你们听我说，哎，叔叔阿姨。我们这安居客上要有特别多好的房源，这不同的价格、房型、区域的房子都有，这些都在安居客上有安选验证标志，都是经过审核验证的，都是真的。当然，这图片、视频、区址都是真的。那我们可以在这上面挑啊。齐上，齐上，齐上。我们还得带客户看房去呢，人客户等着呢。啊，走走走，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是，哎，小姐，你给把那个安选方推给我呀、啊！哎哎，怎么样？哎，怎么不好意思？哎，那个各位，我再总结一下你们买房的需求：要学区房，离地铁近一点，面积要大一点，但是房价要低一点。对，我总结的还全面吧？很全面，哎，得嘞。哎呀！啊！我报警了啊！哪有那么夸张啊？我刚手机调静音了，没听见，怎么了？那什么，那个跟我视频，让我看看你在意大利过什么纸醉金迷的生活呢？这怎么那么麻烦？视频。那你了解一下，这就是我纸醉金迷的房间啊。哟，看起来这么累呀、啊？你昨晚干嘛去了你？你这两天有没有吃的？店长是不是又骂你了？哎，这两天有什么单子吗？哎，你能不能想点好事啊？啊，我告诉你，这次啊，还真让你失望。哥们这几天一天都没迟到。我们这儿现在是早晨7点，我已经到店里了。你看，而且店长呢也很心疼我。新单子嘛，刚接了一个，不过接完以后我就后悔了。我发现我是不是跟你在一块待时间长了，我这智商也下降了？为什么会接这么麻烦的单子呢？你是不是一天不损我你就不舒服啊？啊？你不跟我斗嘴，你就身体痒痒是吗？我警告你啊，以后好好说。听到没有？快跟我说说这单子到底是什么样的。有一对夫妻要在上海买房子，但是呢他们没什么钱，而且呢又是独生子女，所以还得两边老人给他们钱让他们买房子。可是这两边老人也没什么钱，所以就得一家六口人一起花钱买这房子。这问题就来了，那六个人都掏钱了，每个人就都得发表意见，六个人六张嘴，每个人的意见都不同，这娘家婆家互不让步，那吵得叫一天昏地暗。哎呀，这种情况吧，其实挺普遍的。你想想啊，现在房子这么贵，如果要在好的地段，那就更贵。一般的年轻人怎么能买得起？说首付都交不起，这可不得两家人的老人全都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吗？那这出了钱肯定是有自己的主意、自己的想法。哎呀，这一个房子要满足六个人的需求，确实挺难的。嗯，是，我知道这理儿呢是这么个理儿，但是你这离着大老远的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不得面对这六个人吗？要不你回来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啊？这样吧，你现在马上登入系统。啊，我也登入。我们给他们找一找，看看有没有适合这一家六口的房源。
我一跳。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你怎么这么早回来了？你怎么不多聊会儿啊？有什么聊的？切，这没什么聊的。亏我还厚着脸皮蹭人张叔叔的车回来。张叔叔送您回来的？Day fate set us to collide. The way you look into my eyes. Never thought love would come like all was meant to happen. Where you are will be where I start. You've become my only star. Where it's dark is where you spark. I'd follow wherever you are. Baby, I won't let you feel afraid. I'll be here with you through night and day. All these memories won't be erased. My love for you will never fade. Hey, I know you know our heart's getting close. We can't deny it's real. All my life searching, now I'm falling.